我就赌陈丽君的运气没我好。乘风二零二四浪姐舞首播引热议，何洁、尚雯婕、戚薇等姐姐成焦点，陈丽君以断层第一的人气领跑，陈浩宇、刘心等成黑马。节目组力捧的戚薇和韩雪表现不突出，C 位竞争激烈，节目后续发展充满不确定性，谁能笑到最后尚难预料。 最近，国内首档全女星舞台竞演类真人秀《乘风二零二四》（以下简称《浪姐舞强势来袭。虽然播出前一度被唱衰，但是首播便掀起了讨论热潮。何洁、尚雯婕、戚薇以及陈浩宇等姐姐扎堆登上热搜，从舞美、vocal 到姐姐们的表现，甚至互动，都成了外界关注的焦点。这档节目号召力之强，不言而喻。与前四季相比， 浪姐五公演 PK 制的比赛方式不变，但在初舞台赛制以及一公选人选取的方式上又有所不同。除此之外，浪姐五观众进入状态的速度显然更快，前几季最早也要在两到三轮公演后才会有人气特别高或者飙升的黑马出现。但是浪姐五人气王和黑马在初舞台后已经显现。要知道，芒果台已经接连两季压错宝了。 第三季想捧郑秀妍，谁知半路杀出个王心凌；第四季想要助力谢娜复出，谁知又被美依礼芽一首《极乐净土》洗脑。而浪姐五从主题曲 MV 的分段、站位以及出场顺序看，节目组对何洁、韩雪、戚薇以及尚雯婕明显更偏爱。值得注意的是，浪姐五并没有宁静、那英这类绝对大咖，所以在节目开播前。 不少人便猜测，本季 C 位大概率会在戚薇、何洁、尚雯婕以及韩雪四人中产生。但人算不如天算，浪姐五不仅出舞台后便出现了人气碾压戚薇的人，还出现了两大黑马，芒果台大概率又要压错宝了。截止四月二十一日，浪姐五出舞台人气已经出炉，陈丽君断层第一，何洁排名第五，戚薇仅排到第八位。 有的姐姐投票已过百万，但是有的姐姐投票才几千，人气呈现两极分化。通过数据可以看到，目前仅有陈丽君一人的投票数超过了百万，解锁了舞台直拍。不关注粤剧的观众对陈丽君的名字很陌生，但是其不仅是国家一级演员，更是顶尖粤剧演员，既有才华，表演更具魅力。早在节目开播前。 陈丽君的呼声便已经断层，这次排名第一算是意料之中。陈浩宇以五十九万四千二百四十票排名第二，他在此之前知名度并不高，但是初舞台一首《爷子》惊艳四座，有颜值更有实力，是本季出现的第一大黑马。刘欣以四十七万七千零五十票暂时排名第三，作为十一届快乐女声季军得主，其实力毋庸置疑。 万妮达以四十万零五千一百七十票暂居第四，何洁以十三万五千零五十票排名第五。截止前五名均是靠实力圈粉，而第六位张予曦则是凭意外成第二位黑马。其在初舞台上古装亮相绝美，但是沙哑的嗓音让人印象深刻，直接被调侃人是美帝，唱歌就算了。虽然其实力还有待提高，但是这波也为其赚足了曝光度。 后续加以训练，应该会更进一步。第七到第十位依次是尚雯婕、戚薇、蔡文静以及 Miss 韩艺莹，其中被认为是 C 位有力竞争者的戚薇仅排到第八位，让不少人感到意外。毕竟戚薇主题曲 MV 中被安排第一个亮相，合体排位置时也坐在 C 位，后续镜头表现力十足，但人气排名这么靠后，也是让人非常意外的。 而被怀疑是皇族的韩雪，目前仅有一万三千票，几乎是垫底的存在。如此想要逆袭当上 C 位，大概率是不可能了。由此可见，节目组力捧的戚薇和韩雪目前表现并不突出。如果后续强捧，势必会遭反噬。只能说，节目组的预测每次都会被打破，这次大概率又压错人了。最后，路遥知马力，浪姐五出舞台才刚刚结束。 后面还有很多不确定的情况出现，笑到最后才能笑得最好。你们觉得本季谁拿下 C 位的概率比较高？乘风二零二四开启网络人气投票，刘星以高达百万的票数断层领先，陈浩宇、陈丽君紧随其后，戚薇、张予曦、柳岩等人气姐,姐姐也位列前十。投票仍在进行中，后续排名或有变化。 这一季依旧有直拍舞台，但是需要观众粉丝的投票。至此，三十六位姐姐的网络人气大比拼也拉开序幕。当然，作为节目开播之前的人气王，作为二零一一年快女的人气王，刘忻依旧持续贡献了高达百万的人气票数。截止发文前，刘忻网络票数支持已经超出一百万，数字为一百零三万多网友推荐票数。 成为全部姐姐中第一名，在这之前，第一名还是陈丽君，因为陈丽君断层第一，还拿了热搜。显然，芯片们坐不住了，把陈丽君的第一名给超越了。相比较其他的几千的、几万的为普遍票数的，刘欣的人气还真是断层第一。网络人气第二名的也不是陈丽君，而是陈浩宇。 可能大家对于陈浩宇之前的认知只是一位演员，但是在节目中呈现出了自己歌手的一面，一下很有多面感。网络人气票数高达一百多万，比陈丽君多出来几千票，排在第二了。第三名是陈丽君，同样一百多万，零头比陈浩宇要少一点，可能后续还会追上，又或者网友认为已经解锁了，就不用投票了，也是可能的。第四名是戚薇。 他的推荐票数在七十八万，马上也要标志到一百位的数字。戚薇票数和人气没有成正比，在各大节目视频下、文章内容下，戚薇的支持粉丝并不多，但这个票数却排在姐姐第四名的位置，比何洁、尚雯婕还要多，有点参假。第五名是张予曦，将近五十万的票数。第六名是柳岩，柳岩截止发文之前的票数是二十万。 虽然和前面四名姐姐票数相差有点远，但是却是全部姐姐票数中排第六的位置。在后面第七名应该是何洁，十万多票，近二十万。第八名是蔡文静，和何洁的票数差不多，同样是一位票数很假的皇族姐姐。第九名尚雯婕，十万多票，超过十万票数的姐姐就这八位。 投票也还有十日，相信后面的排名也还会发生变化。看完这个网络投票的人气，基本也就能猜出来义工姐姐的个人喜爱度排名了。义工的个人喜爱度前十，基本就是节目组放进来的两位人气没那么高，但是却曝光异常多的蔡文静和戚薇，还有剩下的几位姐姐，均是话题度和网络热度比较高的刘欣、何洁、尚雯婕、陈丽君。 张予曦、陈浩宇、柳岩，基本就是人气前十的姐姐。如果今年纯按照人气来定冠军，那么刘星夺冠无疑。乘风二零二四播出了首期的上中下三期节目，上中两部分是姐姐们见面、出舞台竞技，下这个部分呈现的是一公之前的分组小考情况。只看上中两部分。 可以很清晰的看到节目组给到的剪辑侧重问题，有三位姐姐镜头量明显超出其他的姐姐很多，镜头最多的姐姐第一位尚雯婕，从正片开始就有各种尚雯婕相关，有尚雯婕懂法语的部分，有尚雯婕和其他姐姐之间渊源的部分，很显然尚雯婕是节目组寄予厚望的一位姐姐，至少在节目播出之前。 节目组还不知道谁能掀起更多话题的情况下，尚雯婕是一张王牌。而尚雯婕本身这次在初舞台和义工小考中的表现都可圈可点，作为队长也很有自己的一个领导能力，并且没有特别咋呼。相比于某一些很吵的姐姐，尚雯婕在节目正片中的呈现让人很舒服。尚雯婕和何洁也是在节目组安排下放在一起出场的姐姐。 在姐姐见面这一期节目中，尚雯婕的镜头比何洁要多得多，镜头最多的姐姐第二位，戚薇。戚薇无疑是今年最大的皇族，人气上并没有陈丽君、刘心那样高，但是却给到了广告位、MV 的 C 位和初舞台的高分，加上队长位置，很多网友在看完戚薇的初舞台，认为成绩并不应该有这么高。 其实，只要节目组想压宝戚薇，戚薇并不需要做一个多么高难度的唱跳舞台。她本人也之前没有什么唱跳舞台的作品呈现，但在节目中，尤其是队长选人的正片中，被呈现出高枪手的姿态，有点捧得过高。镜头最多的姐姐第三位刘欣，刘欣是第二位出场的，想来也是为了和萨顶顶形成一个当年二零一快女的回忆杀现场。 在节目正片中，刘欣和尚雯婕的被踩镜头是被用的最多的，而刘欣镜头多也源于他在节目开播之前就已经带火不少粉丝，带动了今年的浪姐关注度。刘欣在首期节目中呈现有多次泪目的镜头，可见他本人是一个感性的人，很喜欢他这种真实并且完全不挑队友的队长形象。相比于何洁。 刘欣在镜头里的呈现更为讨喜，在初舞台之前的节目中，是这三位姐姐的镜头最多，但加上后面义工小考这期节目，又多了两位镜头非常多的姐姐，一位是何洁，一位是蔡文静。何洁是超女回归节目，必然也会有所照顾，实力也都很强，但在正片呈现中，她本人表现总有种很用力的感觉，这种用力感。 也被网友评价在踏出舞台评论区中，当然零五年的何洁也是这样用力的感觉，可能她突然回归，我们还来不及习惯。蔡文静被誉为今年第二位皇族姐姐，明明演员中不及王林、韩雪等老戏骨，却到处都是她的镜头。她在说话，她在一个人等戚薇，和去年的卢靖姗很像，实力不一定强。 但一看，应该又是最后成团位中的一员。遗憾的就是郭碧婷团队和俄罗斯 m a r i 团队的姐姐们镜头不多，成绩也不够好。从这个镜头数量来看，今年的 C 位会从戚薇、尚雯婕、何洁、刘欣这四位姐姐中产生。你们最看好哪位姐姐呢？